2018年十二生肖旺旺狗年运程。2018年旺旺狗年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。属狗，年是本命年，犯太岁，不过只是代表变化多，变好或坏还是未知之数，建议以积极正面的心态去面对变化，亦可以有结婚、添丁、事业和创业意念变化以作冲洗。由于有吉星，事业可稳步上扬，不过凡事仍要三思而后行。财运以正财为主，有吉星拱照，事业应可做出突破，可以尝试以刀仔锯大树方式创业，打工仔们亦有望升职加人工，建议可做中长线投资，切忌投机炒卖。姻缘，来年感情亦有变化，建议多与伴侣沟通，或以结婚或同居意念变化，已婚者可以聚少离多方式相处，避免争拗，单身者来年难发展稳定长久的恋情。健康，身体出现较多小毛病，情绪起伏波动较大，容易精神紧张及失眠，加上有两颗不利健康的凶星入主，特别小心跌倒或受金属所伤。开运贴士：带兔形事物加强运气。恭喜发财，旺旺马里就落快乐。2018年十二生肖旺旺狗年运程，属猪。来年运势较稳定，有吉星进驻，来年会有喜事，如天丁，将会是轻松愉快的一年，而且人缘及贵人运都极为畅旺，会得男贵人的帮助，如做生意，可经营市场以男性为主的事业，如汽车、影音、男士服饰等，但要小心个人情绪及人际关系。财运，收入将有不错的进账，有男贵人帮助，如从事以男顾客为主的生意，营业额有望提升，可发展海外市场，或在外地置业，主力外地投资，可提升整体财运。姻缘，感情运畅旺，单身者有机会经男性长辈介绍而遇上对象，单身女性更有望遇上条件出众的对象，要好好把握，来年有力发展异地恋，多外游有着数。健康，没有什么大毛病，不过要留意体重上升及肠胃问题，小心个人饮食及生活习惯，想维持健康，可以多做太极、瑜伽等运动。开运贴士：保持低调避是非。我代表饮茶共识点心楼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记得过来饮茶，发啦！2018年十二生肖旺旺狗年运程，主鼠。整体较平稳，有吉星进驻，可提升事业运和人际关系，不过很多事情都会遇上较多波折，要坚持才可圆满解决，来年要多留意家宅问题，多关心家人健康，可以以换家具、床褥或者翻新装修家居，主动应验家宅变化。财运，投资要谨慎，忌高风险炒卖，有吉星帮助，加上长辈及上司的助力，事业顺遂，有被提拔及升职机会，特别有利纪律部队和行政工作的人，想转工者留意农历五、十一和十二月。姻缘，感情运较平淡，单身者会较专注在事业上，如果想找对象宜多留意共事或在职场上认识的人，不过恋情的稳定性不高，已婚者容易与伴侣有争拗，要多忍让。健康，
容易遇上水险，进行水上活动时，如有水、浮潜、滑浪等，要特别提高警觉，以与有经验者同行。由于压力，睡眠质素欠佳，可多接触大自然减压。开运贴士：在正南方放绿色物品，事业运旺上加旺。恭喜发财 ，From Rispa Amari Johor。2018年十二生肖旺旺狗年运程，属牛，行太岁年，做事一波三折，不宜把目标定得太高，以平常心迎接挑战。不过有大贵人星帮助，无论上司、下属、朋友及家人都会全力支持，不怕面对重重阻滞，凡事以保守行事，以免节外生枝。财运从商者小心做事会横生枝节，建议凡事要亲力亲为，如何经营女性为主管顾客的生意，亦有望带来不错的进账，而从事文书处理及创作者亦有升迁机会。姻缘由女性贵人心入主，男性有机会遇上年纪较大或思想较成熟的女性，若不介意年龄，不妨好好把握。整体桃花运平平，想拍拖可透过长辈介绍是相亲认识对象。健康不会有恶疾缠身，不过有机会因年物医治而令轻微病情加重，引致情绪低落，宜多出门旅游或接触大自然，多用蓝绿色物品，多留意肠胃及消化系统问题。开运贴士：在正西和正北方放铜制葫芦等重物，化解灾星及病星的影响。2018年十二生肖旺旺狗年运程，属虎，虎、狗、马属三合生肖，肖虎者来年欲开展新合作，如寻求肖马者帮忙，成功机会较高。虎、狗互相声望，又有吉星进驻，财运和事业都会有所推进，不妨把握机会力争上游，不过要留意人际关系，提防是非。财运有象征楼梯的吉星入主，有涉及而上的意思，财运比以往顺遂，营商或投资都会有缓慢进展。打工仔如果任职大机构、政府部门，都有不错的升职机会。姻缘桃花运不过不失，有拍拖的与伴侣关系可更进一步，单身者遇上心仪对象机会不大，可报读进修课程或多出门，在学习场所或异地遇上对象。健康会比以往关注饮食习惯、作息时间及体重控制，因此健康运提升，但要小心肠胃及消化系统，出外用餐要多注意饮食习惯。开运贴士：带紫金事物、工作运及人员旺上旺。我代表外婆家祝贺各界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在这2018年里，外婆家晋江会有新的分店。感谢四个朋友们一直以来的支持，感恩。外婆家茂兴福金大公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恭喜！
旺旺狗年运程。属兔，事业、感情及人缘都会比往年顺遂，不过运程仍有机会出现起伏，以喜事冲喜可化解动荡，否则要格外小心家宅问题及个人身体健康。幸有强大贵人星入主，凡事逢凶化吉，亦有桃花星，来年桃花多姿多彩，有望认识心仪对象。财运，创业者较易有新合作，做冷门行业有突围机会，不过要避免与初相识的异性合作或有钱银交割。有大贵人星，人缘运极畅旺，有望轻微升迁及加薪。姻缘，同性和异性的人缘运都极佳，感情多姿多彩，机遇处处。单身者容易在朋友圈内或经贵人介绍结识对象，积极把握，有望发展一段良缘。已婚者亦有望添丁。健康，由于应酬较多，容易出现肠胃不适问题，要控制体重，留意心脏、血压及胆固醇等慢性疾病。要平稳的家宅及健康运，可于狗年之时捐血及洗牙。开运贴士，在东南方放聚宝盆聚财。I must wish you Happy Chinese New Year!恭喜发财！认真爸妈下呀！认真。外婆家猫是恭喜大家。恭喜发财！记得 like and share 哦。